你妈妈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请周总理也来参加呢？啊，有，因为周总理呢，他在重庆时期就和我爸爸有交往。我爸爸的那个《风雪夜归人》呢，他是一个真的是超级粉丝，他看过七八次我爸爸的这个话剧，所以他跟我爸爸很熟悉。那么结婚时期呢，他也知道新凤霞和吴祖光要结合了，很高兴，早就电话就祝贺过。那么当时呢，就希望他表示过想来参加我父母的这个婚礼，但是后来没有来，主要原因是人太多，保卫部门就建议说总理先别来了，因为这人太多了，乌泱乌泱的，到时候怕引起什么各种混乱了，周恩来总理一来了，好，大家更乌泱乌泱了，这还了得，到时候场面失控怎么办，就劝总理不要来了，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这样沟通。后来总理是送了一对漂亮的瓶子，也表示了他的祝贺祝福，而且说好我们今天就不来了，但是呢再过几天我请你们两个人到中南海来吃饭，咱们一定要见一次。